我早就跟你讲过啊，规气头脑死死的，专心顾厝，团长才大较要紧啊。较要人工，你倒一个朋友搁出代志，搁把责任送到玉顺身躯。卖多生气啦，好啦，是我唔对，我这次对你真感谢，替我摕到这个 case。无安尼啦，林刚哦，我请你闺蜜吃好料的，拢算我的，好无？爱啥自己的。这刚是食一顿饭就会当解决的。啊，无要安怎？感觉真正掠火星去警察局自首，啊，我甲你合约拢掠掉，才叫做赔罪。陈小春就已经牺牲啊，敢讲爱甲火星名声，啊，佮我合约拢赔入去啊？对啦对啦，玉生讲的无唔对啦。代志既然已经发生啊，就会顺顺啊过啊。啊无敢讲你要犯案哦，陈小春的前途就已经赔入去啊。敢讲你要玉生甲慧心的前途也赔惨落啊？袂用钱啦！嫂嫂，我甲你讲，这件代志哦，拢是妈妈的主意啦。啊无安尼，你甲你公司讲，那是要告，告妈妈。我是跟你无良心的，我哪能的？你不是妈妈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即摆讲啥，连我袂当老弟，我袂当就袂当啦。喂，姑啊，我知影今日也无闲归工，你一定出忝嘛，对不？好啦，我来去洗身躯啊啊！啊，你看你的闺蜜有当时有闲啦，你再甲我讲，我留时间。当年我真正叫爱情冲昏头，既然嫁予一个这么自私的家庭，一出代志就杀来杀去，一句实话拢无。小春，你为了我甲宝宝做这款的牺牲，敢有计的？飞鸟，迟到就这么严重哦？咱之间的往来就安尼一笔勾销啊？难道线上的情谊就这么脆弱？原来小白兔不是条狗，伊甲我绑架，伊的迟到是原因的。啊，我误会伊啊！啊，即马我要安怎甲讲啊？进前阁会当甲飞鸟开讲打发时间，即马连飞鸟无爱插我，我真正是鬼巴都火。我干那想哦，别去打爆黄玉生这个废物。你是妈好不？我咧回公司讯息啊。我一点啊拢无好，尤其是今妈。我今妈嘛无好，就是要找人讲话，就是着你啊。歹势啦，我去讲哦，唔是超过伊要迟到，是因阮朋友无爽快，我送伊去病院，我才袂赴哦去见你。当我赶到位的时阵，我刚才看到你留的飞鸟胸针，我有溜出去的，想要找你，啊，不过我找袂到你，迄时阵我真正足艰苦的。晚来又来，你现在都走出来找我？想袂到，伫咧小白兔的心目中，我还尔要紧。你今日安怎？是谁讲欺负我可爱的小白兔啊？啊，不是我迄个猪队友，我今麦阁安排哦，甲伊做伙做工课啊。特别哦，看到伊迄张哦欠人猫的脸，我就生不如死。好刚才有你解救，我的时间哦，才袂过这么慢。你敢知影？我特别哦，只要感觉我家己去有现实白条的时阵，我就用顶盖你教我的，想象你带着我飞。我嘛是啊，即阵啊，无你陪伫我的身躯边，我的心嘛就空虚的，无迄个心情做工课啊。咱两个人做伙飞，做伙离开这个世俗的世界。
虽然讲你才有薪六礼拜尔尔，不过咱老实讲，你这个胚胎着床的位无介理想，所以你才会安尼出血。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注意安胎，唔通伤忝，也若无你漏体的几率是真悬哦。多谢医生。没事的。听人讲，我嫁人心，宝宝，你是不是发现我未做好心理准备迎接你，所以才会熊熊出血？喂妈，你哪会在上班的时间看我啊？敢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哦，无代志就好。妈，有一个代志，我想要跟你讲，其实我。是我有机会升经理啊，所以讲最近我会较无闲，无时间回去看你。你爱甲家己照顾好哦。嗯，我会记得吃饭的，别烦恼。嗯，妈再见。妈，你若是知影，你要做我妈，一定会足欢喜，一定会足唔甘。我一个人打点滴，从来袂照顾我，伊一定会烦恼。我神经力阁有心，身体袂堪呢。是的，我唔是爱问骂你，只是即马宝宝的状况无稳定，我惊你会烦恼。人娶新妇是你娶好命，我着爱做甲要死，真正是愈想愈悲哀。妈，来啦，爱搁甲为因生气啊！你想看卖，你若继续冷战哦，我伫中做夹心饼干，就可怜呢。迄陈小春、黄石头路的代志，拢已经过偌久啊？你搁一干干，搁一面枪互我看诶！都是做媳妇对大家的这款态度，你管我哪有可能袂生气？好妈，你若要生气，对我生气就好。来，我让你出去。来来，你跟我跑，你跟我跑，来来，你跟我跑，跑。哦，我等来啦。媳妇，你等来啊。来，妈，阿伟等来。嗯，等来啊。来，这啦，吃水果。啊，这。这水果哦，是我专工去市场买啦。我有拣哦，特别好的哦。这手链啊，我无想要吃。哎，来啦，你就加减吃一块啦，啊，阿七妈伊。我真正无想要吃啦。对啦，我有订一个九尾草的鸡汤。我想讲，甲你顾一下筋骨。你上班真忝，留只蛋，我来提啦。不想嘛？真正唔免啊，我忝啊，想要转去房间休困啊。我好啊，来来，你先坐来，好啊，啉汤就好，是不？辛苦啊！讲恁真正唔免做这下代志啊。
阿妈就歹势，甲你爱去小春回失礼啊，才会用这款的方式，你就接受啊，甲当领了，拜托干嘛生气好不好？我到底要甲玉生讲我有心的代志无？这是啥？你讲这哦、喔？哎、欸，你看这哦、喔，这我上喜欢的牌子哦，最喜欢的衫啊，够酷啊，够鞋哦。我有足侪学长哦，一年赚几千万，拢穿这个牌子。我今日哦、喔，你还着签约金，我着随去伊的旗舰店试试。啊，不过你放心哦、喔，我买哦拢入门款，我有赚赚。啊你。你一摕到签约金就走去买这个物件，你，安尼你欠我的钱嘞？我，唔是啊，我要这 case 要甲厂商啊，佮业务去应酬，我当然嘛要穿较体面啊，袂用去当生对无？是安怎？大概你连落只有一点仔钱，你就干那会晓去买这个奢侈品？啊，你完全拢无要摕这个金，完全拢无要摕我身上啊！玉生今嘛，佮盛发合作，伊穿差原本就爱比以前佫较高级，伊安尼是算唔对，伊会加欠你的钱，连本带利拢还你啦。佮再讲你啥无？啊，算个清楚是要创啥？无安尼啦，啊，第二期的款项拿落来哦，恁就先把这钱扣掉。啊，你伫个财务做代志，你要扣偌济，你拢会当扣，对不？好啊，安尼咁样。好啦，啊，这个等退休金领，那无玉生会讲我无听你啊。你是安怎？妈，你有烫着无？哎，这是我辛辛苦苦炖过来点这个鸡汤呢，你忍着无忍着吐我看，你敢不让我歹看嘛？好啦，妈，紧烧冷水啦，你有烫着？我挡袂住啊啦！到底你是大家，我是大家啊！哈，你家母，你家己处理啦。你若继续阿面拗面吵，我变到红胎啊！妈，妈，妈，委员啊，我真无敢恁只细号嘛是恁放浪卵，一天在家长听话，我家己拢唔敢恁。你无要恁就出出煞，搁假吐你。我早就讲我无想要吃。你敢有人听着我讲话？我规个人听到叫要昏去啊，规身躯拢无爽快。你敢有人发现啦？喂喂喂！小白兔，我感觉人生就好像就是黑洞，什么时阵我才会当看到生命内底光啊？就算小村为云，因拄着困难，啊，不过因拢有另外一半会当瓦靠，会当替因遮风避雨。啊我，煞孤孤单单，唔知影有啥会当予我瓦靠。飞鸟，是安怎代表我心情不好的时阵，就会当收到你的讯息？是不是冥冥当中有啥物力量，把咱两个人牵条条？是宇宙吸引力法则，把你带来我的身躯边。那无地球七十几亿人口，我为什么偏偏跟你配对成功呢？相知相惜，却不相逢。我还更想要记住你啊！那么，咱明仔约见面，同一个所在。好啊，这边哦，我绝对袂迟到的。